好，嚟一开闸嘅时候，万事快慢闸啊，红衫红帽嗰只啊，好啦，前面快噶嘛，上九应声弹出啦，响佢出边咧就猎宝勤啦，外边粉龙眼罩第三位仲系迎落啊，内栏第四起眼光，中间黑衫红帽，第五位就立白川啊，第六位外边粉龙衫有型人啊，再中档紫色眼罩仲系精英至尊啦，后边个五匹马万事快响尾五红衫红帽嘅，后边四只又有心二梦幻禁区啊，尾子六三啊东方宝宝暂时垫后，系嗰只勇威神驹嚟噶，去到对面直路。尾路接近呢个六百米段处啊，方头嘅马系上教啊，响佢出边咧就猎宝勤啦，第三位粉红眼罩外边系迎落啊，埋边第四系起眼光啊，再见到第五位嘅马内栏咧上一啲红衫就万事快啦，中间黑衫立白川啊，外边粉红衫粉红帽有型人啊，跟住佢出啊，仲有紫色眼罩嗰只咧就精英自尊嚟噶，好啦，正在直路啦，上教抛嚟咗个几马位啊，猎宝勤响第二位，再见到后边嘅马，中间上咗少少系有型人，外边追有精英自尊。最初咧，仲有只有心意啊！最后一百米到啦，上教放顺咗啦，抛离后面嘅对手有一个身位赢出呢场赛事。第二名嘅马咧，外边追上嚟，有精英至尊，再出边勇威神驹啊！咁啊，两匹马相当近啊！结果放头马今日又响度咯，呢只唔系响度啊，直情赢埋啊！上教摆咗喺前面，一放到底啊！第二有精英至尊，同埋出边勇威神驹相当近啊！至于第四名嘅马啦，外边。有心意啊，埋边猎宝勤亦都需要影相。上交着六格一放到尾赢啊，贴栏前置跑第二名咧，后上睇下勇威神驹定系精英至尊啊。第四名都要影啊，入边猎宝勤同埋出边有主意啊。哇，今晚都真系好利摆前面走啊！所以十二号咧后尾好多 Q 睇翻巡台影片啦，八号东方宝宝咧又已经喐，头先系起个飞脚嚟噶啦，万事快出闸又唔快啦，咁啊前边快啲啊上教啦，有理冇理嗱，猎宝勤都摆埋喺前边噶啦，咁啊出边迎落卖唔到嚟啦，有型人全程四叠望空啊，贴栏位置啊起眼光啦，原本都跟得几好位嘅立白砖，但系转弯咧又掟咗落去，有二叠噶喎，本来精英至尊走走下变三叠嘅，入边万事快啦，跟住有心意啊跟住佢啦，梦幻禁区杨明伦接到栏啦，东方宝宝尾二，你睇下报文。拖到落去包尾贴栏啊！勇威神驹包尾唔紧要，最好有栏。今日最好有栏，咁啊都算 O K 噶啦。精英至尊又唔系好叻，又冇栏，都叫有个评价第二咯。如果叻啲啊，嗰个冲上嚟应该赢得嘅。不过佢真系唔系好叻嘅。啊，不过只立白川沿路个走规都唔系几规矩喎。呢度啊蹬咗落去啦，咁啊已经俾个位俾只精英至尊食咗啦。咁后边又得只勇威神驹啦，呢度都仲移紧位。系啊，勇威神驹都未望到空噶，呢度都仲要同一立白川争。不过立白川就真系未望空过咁就系啊，立白川冇望空过，布文都落唔到边啊，都系手足摧